上回说到，我买了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，也就是北陆 JR Pass 4日券，来到金泽。我的旅行行程是从滋贺县琵琶湖的近江八幡过来，路线是先到琵琶湖的北方的敦贺，再前往金泽。北陆 JR Pass 的使用，只要敦贺来回金泽，其实就很划算了。我在金泽住了3天，其中1天又跑来声名远播的春的四重奏。这是位于富山朝日町的春天超级梦幻美景，这集影片就会好好介绍。首先要说到要如何前往春的四重奏呢？利用北陆 JR Pass 搭北陆新干线来到黑部与奈月温泉驿，由此搭接驳车直接抵达春的四重奏。接驳车也是要预约的。前往春的四重奏的接驳车预约可以到朝日町观光官网，网页往下拉有春的四重奏专页，点进去有详细的春的四重奏的介绍。网页最上面有一个 Access， 也就是交通方式，点入后可见朝日町的地图。往下拉见到北陆新干线抵达黑部与奈月温泉驿的讯息。要预约接驳车，再往下拉到时刻表，点入页面是朝日町的交通。我们直接点右栏，要前往春的四重奏的预约受付。往下拉可见到价格，每人1500日元。2024年又涨价了，涨了500元。再往下拉。点入黑部与奈月温泉驿，前往春的四重奏会场，就可以开始预约填表了。依然是需要同意，若要取消，要打电话通知。再来是写上名字，写英文也可以。紧接着是电话，两栏是要你再次确认号码。再来是 email， 一样是要填2次。接着是搭车日期和班次，都是用勾选的。最后填上几人搭车即可。网上只是预约，无需付钱，上车再付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我想3、4人就可以直接在车站搭排班计程车，因为路程大约是15分钟，计程车费应该不会超过3、4千元吧，给大家参考。富山朝日町周川，春的四重奏是一首超级梦幻狂想曲。朝日町被阿尔卑斯山脉包围，群山的残雪，周川沿岸280株樱花，农家种植的郁金香，以及用于播种施肥的油菜花田，由此4部组成了春的四重奏。这日周川樱花满开，花正新鲜可爱，还未见飘雪。郁金香则是随着品种的不同，会从3月一直开到5月。我这天看到的郁金香其实只开了1、2成，感觉甚为可惜。不过似乎是为了延长花期而分种不同品种，要看到每一条花田的郁金香全开，应该非常难。我觉得樱花满开之时，郁金香开的甚少。若不是以赏樱为主，而是以春的四重奏整体之美，我想在差不多樱花飘雪殆尽之时，郁金香和油菜花会开得比较好。无论如何，春的四重奏梦幻绝景，可说是春日之最。